新入的几个水果的小盘子，这个是哈密瓜的菠萝的这种软的硅胶材质的小橙子啊，这个表面跟橙子皮特别像，西瓜的非常的可爱哦，然后这个是梅森杯啊，特别像我们喝的那种啊奶茶杯，这个是深层的一个下面可以做地胶的液体的流沙杯的冰激凌，然后这种小盒子是一个多肉的小盒子，我看这个小方盒子挺漂亮的，买了一些，现在还没有想好做什么。然后这是一个装寿司的一个盘子，木头的平底勺，平底大勺，铲锅。然后这是一个拉面碗，哇，跟真的一样一样，就是缩小版的。然后这个是木糠杯，带吸管的，还有一个是爆米花的，这是一个新到的，可是之前的已经没有了。金色的小盘子三件套，这个做蛋糕特别好看。然后呢，一定要配上金色的这个小叉子和勺子，这个小羹匙啊，非常迷你的，有金色的啊。然后这个是银色的，银色的有叉子和金色的叉子。然后金色的还有一个这种勺子，复古的，带花纹的，哇，好高级的样子。小盘子这可以做一些吃的，做一些仿真的食物。这个像装鱼的一个盘子吧，这应该是木纹的，很像。一个花纹的小碗，可以做点红烧肉呀，或者是汤圆呢。这是带盖子的一个小盒子，这可以扣盐的，还有一个长方形的，这些小东西简直太可爱了。